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者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柴教练。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动作，弹拳，首先做一下示范。啪 ，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作，弹拳。如果你看过李小龙的电影的话，你对这个动作肯定不陌生啊。讲一下怎么打。这个动作呢，是由这样子收起来，啪弹出去 ，OK， 弹的时候呢，用你的手背攻击，啊攻击，然后砰砰，啊这样子打，可以打他的头啊，当可以正面打，可以用这个拳眼去打啊，啪啪啊，这个呢就是一个弹拳的动作。大家要长时间练习什么呢？松紧这一下，松紧啊，练习松啪紧松啪啊，这种感觉啊，不能一直绷着，绷着就慢了，知道吗？松这样子，这种感觉，大家尝试去练习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